桃，马呢？跳舞呢？啊，六八什么舞呢？你看嘛。这我也会。真的？看，噔噔。妈，行，差不多得了。哎呀，这肩膀扭得有点痛，要不要买奶茶去？好。哎呀，你居然会同意啊！叫你妹。阿菊，出门买奶茶啦。说到买奶茶这么开心啊。你又在扒什么舞啊？哎呀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哦，没想到你会下来买奶茶，我以为你会叫我把奶茶给你送回去，免得你又说我天天躺在家里不动。本来就是实话嘛。妈妈，为什么一片云是蓝的，一片云是白的嘞？蓝色的是天空，你知道了吗，侄子？我挺喜欢家门口这个美术馆的，每次逛都能被小朋友们的作品治愈到，这才是出门的理由。我知道也是你家人们。小姐姐给我们送茶啊、哦！我这么晚了，吃这么多奶油？那就给我。你瘦，你厉害。干嘛突然又开始扒舞了？哎呀，不要脸！阿菊，好喝吗？好喝。你看你的嘴巴。哎，能不能够暑假每个晚上出来走两步了？不能。我每天晚上请你喝一杯奶茶。嗯，还不行。你怎么那么难搞了？哎呀，你看你的妹妹，我每天晚上请你喝一杯奶茶，好不好？能呀。